说我们要出来接，可以停吗？他就不会打我，一直叫我们停。现在是几点？12:29，刚好。就甚至两间有开了，吃饭的时间刚好。黑尾鱼文化观光季。下去看看，可以的话就开进去。你怎么到现在带着？下去看看。要看什么？可不可以吃啊？有没有啊？他就开成这样子了，没得吃啊！我就……那如果开成这样也不能吃，我就把他招牌出去。